下这边了，永远有滑板人这边。今天天气好好，阳光明媚，还不是特别热，但我穿的有点厚，因为昨天特别冷。 Where conformity to social roles is really sort of what was critically examined. So we did this performance, and just a quick show of hands, who's heard of the 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 before? Almost everyone. Did you all learn about this in high school? Okay, so now it's taught in high school. And listen to what Fields and Bardo had said to these individuals. And, you know, there's been a lot of kind of pushback against this experiment. I'm going to show you. Thank you.
movements or three different dances with it, and you wouldn't have like suffocated to death. 我现在终于表演完了，我的天哪，太紧张了，我之前，然后今天整体还算 OK 吧，我觉得就是正常发挥，但是可能会比平时的效果有点折损，因为那个地板太滑了，我之前没有穿袜子在那儿练过，然后就发现很多东西跑不动，然后脚也容易打滑，然后今天还弄了个簪子在后脚，现在就回家，然后因为今天我们外来人比较少，所以就提前下课。 我现在要来这边继续编我刚刚在家里编的一些，然后觉得还是需要这种比较大一点的地方，然后可以施展拳脚。哎呀，下周一就要考试半期了，我这个舞还没有编出来，但是我相信我一个周末是可以搞定的。今天阳光明媚，然后今天是工作日，所以这里没有人，就刚刚好。由于我那个镜子还没有到那个倒计，所以我就用果冻现在是代替一下，反正这种要握着的东西，然后这个 衣服和这个水袖都是我爸从中国寄来的，寄了2周才到，而且好贵那个邮费，但是没办法，因为我办起要用，差点以为他到不了，真的急死了，但是幸好到了。然后还有我的舞鞋，然后现在就开始继续我的编舞工作。朋友们，我又来编舞了，就之前还没有编完那整个，还差一小部分。然后今天我要来复习一下，我把那些水袖镜子都带来。 然后顺便把最后一盘也给编完。哎呀，明天就要半期就要表演了，还是有点紧张，因为感觉也没有练特别多次，也没有非常熟。然后现在已经是晚上7点钟了，我还没有吃晚饭，刚写完一些作业。哎。